狗身上有皮屑是怎么治？何涛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身上有轻微的皮屑的话，主人应该定期的为狗狗梳理毛发。狗狗角质层比较薄，清洗不当或者清洗用品不正确，就会直接导致狗狗皮屑出现。很多主人给狗狗使用了人用的沐浴露、洗头膏、肥皂等等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人和动物的皮肤 pH 值不一样，这样就会导致皮屑的出现。还有一些主人给狗狗洗澡过于的频繁也会导致，这个时候主人可以选择更加滋润一些的香波给狗狗进行洗澡，并且配合吃一些美毛保湿的鱼油，会更快的改善狗狗起皮屑的现象。最后需要观察狗狗除了皮屑还有没有红肿、脱毛等现象，如果有就需要及时就医。